尊敬的师父善人，尊敬的各位老师，啊，电视机前的各位老师，大家早上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呢、啊，啊，承蒙师父善人慈悲啊，啊，让莫邪呢到马来西亚。 啊，对着网络，啊，对着这电视机，来分享、报告、啊。说实在的，在我心里呀、啊，包括这脑袋呀、啊，啊，确实是没有想说，哎我有什么构思，有什么想法，啊、只是呢，把实实在在自己呢。 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前后，啊，如实的向大家做个报告，啊，也没有任何添加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在昨天呢，我就给大家报告了，因为呢，我确实是没有文化的，啊，读书很差劲，并且呢。 有七年的逃亡的生涯，啊，都是社会上一个大坏人，并且还是我们当地危害一方的人物，啊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黑社会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师傅定的题目是“人是教得好的”，啊，我想这个。 太有道理，啊，确实人是教的好的。比如像我呢，啊，我经常看师傅讲经。我们古代啊，把四龙工商就是这样排列的，把商压在最后。那为什么把商压在最后呢？就是商人多奸诈。 曾力其实我也就是一个商人，啊，就可以说，商人是最难教的好的，因为四农工商，啊，商排在最后，也等于说这些人争利是最明显的，啊，所以从我自己在传统文化的前后啊，我来想呢，啊，我现在这样一个商人。 确实是，啊，见到、遇到传统文化之后啊，遇到我们老祖先教育之后呢，确实有很大的改变。啊，第一，啊，爱国，自我是发自内心的。在我没有接受这个圣贤教育之前呢、啊，我根本就不爱国。 我还羡慕那些美国人，哎，哪个国家？啊，有一次有个美国的商人到我们企业去，哎，我还觉得他挺好的。哎呀，美国人，我还跟人家介绍，哎呀，这位是美国来的。学了传统话之后啊，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呢，啊，觉得非常自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。 对我们老祖先呢、啊、有信心，觉得我们老祖先呐、啊、太高的智慧了啊！原来我还觉得美国那些英语呀、啊，哎，挺好的，很简单啊，画来画去。我们中国人这个啊，那些啊，中国的文字很复杂。我在没学的之前还在想。 怎么不搞这个英语呢？搞这个中国文文字那么麻烦，学习之后才知道最高的智慧。咱们的老祖先，啊，所以从学习之后呢，哎，我对我们这个国家，哎、啊，我真的是，啊，对我们这老祖先呢、啊、非常敬佩，啊，我经常自己在想。 无论我们国家中国出现什么问题，啊，我们都是敢于担当的人，因为学习了之后嘛，觉得作为中国人太好了，啊，这可、个、是真的，啊。第二呢，爱自然，啊，也是学习之后的。我在悠悠年。 没有接触师傅奖金之前呢、啊，啊，我曾经是做过高速公路工程的，啊，为了做高速公路这工程，我挖掉了一个山，哇、啊，我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，啊，挖掉了好几万立方的土，可能有十多万立方，把好好的一个山给破坏掉了，啊，里面的这些坟墓啊，就有。 几千上万座，啊，被我们搬迁的，因为有很多利益呀、啊，这个离那个高速公路又近，哎，挖多少就挖多少，根本没想到呢，都爱护自然，没有这个想法，变成了把这个那么好的一个山呢、啊，真的给毁掉了，啊，上一次呢。 呃，现在我们在这个山底下搞了个护生园，啊，后面就是我挖掉了这个山，后来我随以去种了很多绿化，啊，恢复了，可是呢，还是，啊，里面呢还是有很多，啊，都破坏了，没办法弄了。有一位去参观我们护生园的人呢、啊，去了之后跟我怎么讲？哎，我听得都非常惭愧。 他说：“你这里呀、啊，出了两种人。他说你呢，在下面搞了个护生园，还搞了个教育基地。可是你后面那个没良心的，把你那个山挖成那个样子，哇！跟我讲这句话，哎，我听了之后啊，很惭愧啊。看他讲的对我那么赞叹，我都不敢说出来。” 他说：“你这后面那个人够没良心的、啊，把你那个山挖的这样，可是你又这么好。”哎呀，后来呢？哎呀，我等了，觉得现在学了《弟子规》了，还不能讲假话。我让他这个热情过了之后啊，我才悄悄跟他说：“啊，后面那个坏事也是我干的。”哎呀，真的是。 所以呢，啊，在破坏自然方面呢、啊，哎呀，确实是没有学习，真的不知道啊。哎，为了挖这个山，还经常给人家吵架，经常吵架。等到学了传统文化，像今年我们那里呢，又做一个火车站，需要几十万立方的土。 啊，那一立方土十来块钱呢、啊，啊，要好几百万呢、啊，上千万呢、啊，啊，都有人去找我，跟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山，啊，承包的产权也是我的，还是国家定的取土点，跟我说你你这个赶快挖一些来卖给我啊。”那换以前呐、啊，那我就觉得发财了，啊，这一次要能赚个千八百万呐、啊。 可是这一次我是死活不干了，我跟他讲，现在不干这个事了。现在对于这个破坏自然，你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干。所以这个，啊，就是关键有没有学习，有没有学习。啊，第三呢，啊，爱护动物。啊，没学习之前，那我对动物啊。 那是真的是根本不知道它是生命，啊，每天吃这些野味，啊，这野味还要拿活的来看，啊，看了把它打死，啊，之后呢还觉得这样才新鲜，啊，我记得我们去吃那些大龙虾，都用那店那个人拿上来之后呢，我们自己给他弄死，还怕他拿回去呢又重新换个死的。 所以自己给他弄死之后，让他去再去做，还以为这样很聪明，啊，学习之后呢，变成什么样子啊？我这三年来，连蚊子都没打死过，啊，我真的是没有故意去杀掉一个动物的，啊，包括我看到这些，啊，无论什么动物，啊，它在危难当中，我们还会去救它。 还要去救他，那原来他根本就不是这样啊！我曾经，呃，有一次在挖土的时候，挖到一窝那个石眼镜蛇都在睡觉，五六条那个眼镜蛇在睡觉，那本来它都不会伤害我们，我还搞个竹竿，通通给它弄死。有时候呢，呃，为了吃。 一条鱼呀、啊，我们会用网给它网个一百来条，啊，之后呢就搞捡一两条，其他的都给它扔掉、死掉了。所以这个人呢、啊，啊，有学习没学习啊，那相差太远了，啊，保护动物，爱护动物。那可是现在呢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，啊，传统文化，这种这么好的教育。 他为什么就推不开呢？啊，不是说人不教不好，关键是现在很多人呢、啊、不愿意去接触，一见到这个就害怕，就认为是落后。还有一个呢，没有杰出啊，他以为是搞邪教。啊，现在像我那边这样的办棒。都很多人不理解。 因为学习的人特别少啊！我那个所在的那个村呢，五千个人，五千个人，到目前参加我们学习班的不到两个人，一个半。我经常说一个半，就是有一个全程参加了，有一个白天参加，晚上回去。五千个人就只有。 这两个人来参加，其他呢，他都搞不明白，不知道怎怎么回事，对这方面太陌生了。还有一些呢，就认为这个是一个邪教组织。就像我们十月十七号啊，南《南方都市报》两位记者啊去找我，在我那里待了三天三夜，他又跟我探讨这个问题。他说现在他们。 对这些报道，为什么不敢呢？就是考虑一个邪教的问题啊！他们也在研究，他说要研究的很清楚才来报道。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一个地方是正是邪啊，根本不用研究，看一眼就知道了。主要我们看他的结果，比如说我们结果教出去的人。 他出去之后，爱国、爱家、爱共产党，爱家庭、爱老婆，啊，爱动物，有责任心，讲信用。你说这个地方是邪教吗？邪教能干出这样的人吗？所以呢，我就跟这两个记者讲了这句话，我说你这结果你要看他学习出来的人是什么样。 啊，这个学习过程，包括学习用不用钱，还是次要的，还是次要，关键是结果是变好了没有，还是变坏了。你学习出去啊之后变坏了，那证明这地方不对劲。所以呢，关键是学出去的人，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啊，结果。那为什么不用钱呢？ 啊，像我们那地方是消除人家的误会，啊，不要给人家以为，啊，我们这狐狸会办这个班是为了赚钱而办的，啊，不要给人家这样有一个一个想法。所以那天我跟这个，啊，南方日报这两位，他们都是很资深的，并且读了很多书的，你想看他都看不清楚。 啊，对这些呢很担心，哎，到结果呢，我跟他这样一讲，他就很明白了。包括我们啊老法师的讲经，现在我们国内啊也有个别的啊有看法，那为什么会有看法？通通没有听经，没有看真正听老法师讲经的人，真正听。 啊，老我是救悔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那如果听救悔的人呢？啊，这个人出去之后搞恐怖活动，啊，危害社会，啊，那肯定不对。关键是真听真干的人，都是造福社会的人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？啊，像我们都很清楚的，在大陆都很认识的，像蔡礼希老师啊。 啊，中央党校那个刘教授啊，啊，那个做企业的胡晓玲老师啊，很多都是干什么？听了之后就想办法呢，去造福社会。那那有一些断章取义的啊，他根本就是没听瞎说的，那另外一回事啊、哦。那在这方面呢？ 我们通过这三年这个办这个就育讲座、啊，就觉得，啊，什么人呢，就没办法，就是他根本就不接受，他不去听，因为现在的人呢、啊、心定不下来。正好有一次，我们政府，啊，我们书记也觉得我们那里因为那么多离婚的，结了之后就不离的。 就杀父母的，学了之后就不杀了啊！昨天咱们也分享了一些啊，都是真实例子。我们当地啊啊电视台都去报道。像我们这样的课程呢、啊，有什么效果呢？啊，举个例子，这潮州有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呢，是那天又去跳行江了，她想去跳河自杀了，结果就有个人跟她讲啊，所以你又不。 不要整天这样，你又不去学习吧？他也想，哎呀，反正呢要跳河的，他慢几天跳也一样了。啊，他就报名去参加了。啊，他在自己分享的时候跟我们说的，学了，啊，第一天晚上，他自己上台分享，这个女的是个老板，她大概一年呢、啊、有赚几百万块钱。 所以呢，她的老公呢是个医生。结果她就老嫌弃她的老公啊，赚钱太少了，啊，就再加上有很多男的就跟她说：“哎呀，能娶到你这样的老婆啊，那多好啊！如果有你这样的老婆，我们做牛做马都愿意呀、啊。”她这样相比之后呢，她就觉得她老公，哎呀，这个太差劲了，没有做牛做马。 啊，之后呢？呃，每次回家呢，她什么也不干，就是由她老公做饭啊、擦地板啊，她就当老板这样了啊。并且她生了有个十一个月大的小孩，所以那天不知因为什么就两两夫妻就吵架了。她经常吵的，吵架她老公就打了她一巴掌，她这一次就受不了了，就跟她老公说坚决离婚，坚决离婚。 啊，之后呢，她就出来了，出来了一两个月，一两个月呢，啊，她把孩子也丢在她婆婆家，过得很无聊，就想死掉算了，啊，就这样。那天去学习之后啊，哇，她觉得这个女人呢、啊，她做的很不到位，啊，她自己分享就说，没有一个男的喜欢这样的女人，她自己讲，她说绝对没有。 结果呢，她有几个月已经跟她先生家没有联系了，她就打了个电话给她婆婆。当天晚上当着我们很多人的面打的，啊，哎呀，她婆婆非常激动，啊，她就问了她儿子的情况啊。之后呢，她的婆婆就跟她说，啊，你一定要回来。结果，歇了三天之后啊，她就给她先生发了个信息，跟他说啊。 哎呀，这个真的很对不起他。学习之后，觉得他这个做这个妻子啊，做的不到位，啊，希望呢，啊，他们还是继续再来。他很快就要回去。哇，她老公回了个信息，她拿给我看。她老公啊，给她吓了一跳，啊，回了个信息说：“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怎么你今天会这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如果，啊。” 啊，从从前呐、啊，有给我说一句这样的话，我们还会到今天吗？啊，只要我学了之后，这个家庭呢、啊、就和谐了。另外还有一位呃、啊、干部的，有一次他太太到我们那里去参加学习，啊，学习之后呢，课程一结束啊，他就回到老家去了。老家干什么呢？ 去给她婆婆呢，洗被子，啊，洗衣服，干了一个星期，结果她先生啊，给我打了电话，她先生呢，跟我讲，他说小谢啊，你到底有什么力量，让我老婆呢，回家去干这件事啊？他说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这样过了，原来是什么？哎，老是觉得她老公这个官这么大。 啊，那比他当小的赚的钱还比他多、哦，他老是唠叨说你这个钱赚得太少了啊，要赚多一点。对他的公公婆婆啊，还是这个姐妹啊，他们他先生的姐妹啊，根本就看不顺眼，从来不理他们。等他学习之后，他知道了，是因为他公公婆婆急得得后。 才有他先生现在的位置，所以这个人完全改变了啊！现在怎么样呢、啊？现在呢？第一，跟他先生说不要贪心啊，搞个国家公务员呢、啊，一定要尽到我们公务员的责任啊，不要贪心啊！人家送礼不干了，那这样他经过了一年，现在怎么样呢、啊？他原来他的儿子很叛逆，大学生。 很叛逆，啊，老是跟他们作对，现在好了，非常孝顺，完全改变了。哎呀，整个家变得非常和谐，啊，这个人过得很自在啊，儿子呢也很有成就啊。原来文全的儿子呢，都都他都非常头疼啊，现在都改过来。所以这些呢，啊，都是一个。 就义的结果，我们在三十九期啊，还有一个幼儿园的一个老师，惠州的，这个老师呢，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啊，她已经是分居了，啊，结果她老公啊一直要求给她复婚，可是她就不同意，啊，她觉得对她老公很抱怨。 之后学习之后啊，他跟我们分享，他说他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复婚，结果啊，前几天呢、啊，两夫妻已经复婚了，回来第二天就办好，第二天就办了，所以这些呢，都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听明白了，啊，那就好办了。所以现在啊，像我们，特别是干部啊。 杰出这个传统文化，这个几率就是特别少，啊，像我刚才讲的，像我们那个村，你看五千个人才一个人杰出，这比例就这么少。前几天我在广东惠州，跟他那边看守所一个所长呢、啊、聊天，他这个县常住人口一百三十万，单独他看守所啊、哦，还没有判刑之前。 在那个地方过渡的，在审案过程过渡的，那里关了一千三百七十七人，平均他跟我讲，他这个县还是很好的一个县，一千个人就有一个人关在他那里。那按照这个比例呢，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人大概有多少呢？学过我们老祖先教育的，我前两天调查了我们。 那个村还有我们隔壁那个村，这个是跟我们挨得最近的，啊，这两个村总共有一万两千人，常住人口，啊，外来的还不算，如果连外来算呢，可能要一万五还不止。一万两千个人，学习过传统文化的人不到三个人，所以我们现在老祖先的教义啊。 为什么快要灭完呢？就是知道的人特别少，啊，像我举这个例子，一万两千个人还是农民的，他杰出才不到三个人。那如果换成干部呢，那就更少了，因为干部啊都要上班，没有时间杰出。那我们，呃、啊，最近这一年多呢，啊，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博罗县，广东。 派过干部学习，由教育局长带队去参加我们学习，啊啊，学习了七天，我学习回去呀、啊，啊，受益很大，因为有了这第一次之后啊，啊，那一次还等于说还是一个尝试性的阶段，啊啊，我们当时的课程呢、啊。 啊，还设计的不是那么好。后来我到香港，啊，去拜访师父上人，啊，就谈到对我们这些课程呢、啊，做了个指导，啊，就第一次派了五十个干部去学习。这五十个干部呢，学习之后怎么样呢？学完的那一天，他们政府啊，啊。 因为觉得这五十位啊，到了潮州去学习呢，听说是吃素的，就觉得哎呀，那肯定饿得半死回来了。结果他们领导呢，就在他们政府的饭堂给他准备了啊很丰盛的一个宴席给他们接风。这五十个人啊，里面就鱼啊、肉啊这些，觉得哎呀，这些人吃了七天素食，结果这五十位啊，到了饭堂之后啊，看到这个鱼肉啊。 跟他领导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咱们当干部啊，不能这样做，太浪费了。啊，搞点青菜就行了。啊，做人不能这样干了。”他说：“还有几个人呢、啊？看到这些鱼肉啊，啊，跟着啊，觉得挺伤心的。伤心什么说？说这些动物啊，也有生命啊，不能这样去杀他们。哇，他们领导觉得很震撼。” 私底下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们这些干部啊，啊，什么都敢吃了，现在从来就没有这个怜悯之心呐、啊。怎么学了几天之后，还觉得这个鱼肉，还觉得他们挺可怜呢、啊？还说搞点青菜就算了，并且呢，这几十个人呐、啊，还啊说要见他书记。” 要当面向他感恩感谢，说给他这么好的机会，啊，去学习。所以从这方面呢、啊，啊，我们就知道人啊，真的是教的好的。这边学习的啊，有几个单位啊，一个就是看守所，这看守所呢，啊，现在学习的人，他的干警有六十个。 学习到现在已经到目前呢、啊，已经有超过五十位了。那这个看守所没学习是什么样呢？啊，去年他这个看守所呢，我听说是捉了六个民警，都是因为违法乱纪被捉的。所以新的所长是公安局的党委委员兼的，他当了一年多了。 一年多怎么样呢？这个头发白了一大半了，很辛苦。他自己跟我讲的，这个看守所里面关了这个一千多个人，投入了多少钱呢？投入了一亿多，盖的新的，啊，这一千多个人呢，我们现在知道监狱是什么一个地方呢、啊？ 我参观过他的看守所，一个房子十来平方，光三十六个人，每个人零点五平方啊，睡觉就一个大床，啊，大家排成一排，没有袜子可穿的，赤着脚，啊，这里面啊，只有一间厕所，啊，几十公分高。 还有一个水池，洗冷水的，啊，没有热水，洗冷水。那这看守所呢？这里面光的犯人呢、啊，小孩的有好几十个，都是杀人、抢劫、贩毒啊，抢这些，还有好几十个妇女，这妇女呢？ 大部分都是杀人犯，很年轻。结果这样一个地方，啊，每一个房间里面呢、啊，每天大家就要要搞来争哪一个人要睡宽一点，哪一个要第一次吃饭，哪一个要第先洗澡，这样天天吵架。他跟我讲，最少一天打架。 六七次最少，之后干警呢就忙什么？忙于来调解、请假，还有还怕打死人。那谁打哪个？比如说你这个干警管两个仓，你这个仓里面出人命了，这个干警的饭碗就丢掉了，那肯定的。所以他很担心啊，晚上都睡不了觉。这所长也一样啊。 他责任最大，所以他说：“哎呀，那古人说‘一夜白了头’啊。”他说他在看守所就能得到证实，啊，真的‘一夜白了头’。所以这些，啊，这样的一个生活呢，他的所长当了一年之后啊，老想辞职不干了，啊，可是那领导不给他辞职，啊，就找不到方法，找不到方法，不知怎么办。 结果通过这个学习呢，他们每一期呢去五六个人，啊，去了十期，之后变成什么样呢？啊，我那天到他看守所去，四五十个民警，在看守所门口啊鞠躬，说早上好。你看，没有见过这样的干警，真的没见过。还有现在大家开会。 这个所长开会啊，都非常和谐，没有争议。哎，有哪个人提出很过分的要求啊？他们就讲你是不是没学习传统文化、啊？哎，这个人马上就停了，就是这样的效果。之后他把地址、啊《弟子规》啊这个光盘拿到这个看守所里面去播，播了十多天。 播了十多天，怎么样呢？啊，打架没有了。原来大家是，啊、呃，因为分饭的时候啊，大家抢。现在呢，大家互相让。吃饭大家互相让，啊、呃，分个汤互相让，上厕所互相让，洗澡互相让。这个单位，啊，里面这些犯人。 不吵了，不打架了。我就看了他这个，哎、啊，关押犯人的这个餐。这个餐里面呢、啊，像一个邪秀一样。这墙壁啊，就贴了“仁义礼智信”，用牙膏贴上去的。因为他们里面没有这个呃符可以贴，大家用牙膏贴，就把《弟子规》啊。 全部写在那个墙壁上，啊，他们都会背诵，比我们写的还好。墙壁贴了几百张，啊，整个看守所，那都上千张家书，他们写了自己贴上去的。我那天在那里看了五封信，我都不敢看下去。哎呀，真的是。 泪流满面，哎呀，特别激动，就是说来到这里接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，哎呀，他感觉到这个人生啊原来的路搞错了，所以呢，整个看看守所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我那天在里面接触了几个人，有一个是技术学院的一个秀展。他也坐在里面，他跟我们怎么讲呢？ 他说：“他没捉之前啊，他学校也在推广《弟子规》，啊，学生也有读，老师也有读，只有他自己校长没读过、啊。他说他从来不知道，只看过他那封面，可都不知道他的内容，因为每天忙于应酬啊。等到捉到监狱里面去了之后啊，他看了说有这么好的东西。” 如果他当领导的时候有邪了，他说哪里还要搞到这里面来呢？结果他现在在里面呢、啊，教《弟子规》，啊，教那些患者，哇，整整齐齐的。那天我们去看望他。另外还有一位，这一位呢，今年才十八岁，他自己跟我讲的，他为什么捉进来呢？ 就是他跟他女朋友吵架，他女朋友是婚前同居的，吵架之后啊，他那天用个铁锤啊，把他女朋友给他锤死了，打死呢这女朋友啊，变成了一尸两命，结果他就被抓了，可是抓了之后啊，他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感到一点后悔，他就想，他说就想。 打死一只苍蝇那样没感觉，没感觉。等到在看守所里面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，哇，他特别感触，啊，写了一封信呢、啊，啊，给他的父母，还有每天呢、啊，给他这个女朋友啊忏悔，哭的真的是，啊，特别伤心。跟我讲，如果他在啊以前接触过这个。 传统文化，他就不会干出这样傻的事了，啊，这个人呢，啊，也很可能要判死刑的。那不判死刑也要搞个死缓呢，那没有四五十岁就出不来的，啊，很后悔，很后悔。那除了这些呢，啊，还有更更加动人的，啊。 里面他关了一个犯人，这个犯人判了七年，七年已经通知书下来了，又去执行了。那本来像他这样呢，去执行他就好了吗？可他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，那天突然跟他广就说，他还有话说，啊，又见他所长，结果他所长又见了他了，他跟他的所长讲。 他说他有个秘密啊，就说出来，就是他被判刑的这个名啊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的真名啊，是另外一个名，并且他的真人呢在七年前杀死过人，用枪杀了之后呢，他就一直呢把名字改掉，之后呢他是以犯强奸罪被抓到这个。 看守所的，他自己呢还干了什么事呢？他还贩卖了几十个妇女，每个人赚两万块钱去当商陪小姐。他还制造了啊冰毒工厂，自己说出来的，没人知道了。他不说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结果那天那个所长听得吓一跳，说现在的犯人呐、啊。 你是怎么讲？你怎么弄？他都不讲的，没有说自己讲出来的犯人的，没有这样的，并且他讲出来啊，还会死罪的，这个是死罪的。哎呀，那天我见了他这个人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，你这个讲出来会死刑的哦，他说他不怕，那他为什么不怕呢？ 啊，就是他家里面呢、啊，有父母，还有一个妹妹。他说我不想啊，啊，做一个这样的人啊，因为他怕恶报啊。他说他已经有这七八年来啊，没有睡过一个晚上一个好梦，一个好觉，没睡过。因为什么？他们同餐的人呐、啊，都是互相在举报的。 所以他睡觉怕做梦把他这些事给讲出来了，给他隔壁的听到就完蛋了。所以他从来晚上不敢睡觉。结果那天讲完之后啊，跟他所长说：“我终于啊能够睡一个好觉了。”你看，这么好的传统文化，并且这个人呢、啊，我看了他的照片。 他必捉的照片，等到他讲出来的照片呢、啊，这个人的面相都改了。哎，原来捉他那照片呢、啊，一看就这是这个人，哎、啊，就是一个黑社会的，那比我还黑。可是呢，现在变成什么样呢？像一个读书人那样，对这《弟子规》啊，倒背如流。哇，这样的一个人啊，在那天我跟他，啊，交流了很长时间。 所以呢，那天就所等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现在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？”他说：“肯定没有。”讲了之后死都不怕的人，啊，梁这个换人呢、啊？他跟我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传统文化太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他就从来没听过。”你看他这个人是多少岁加入黑社会的呢？哎呀！ 很难理解，他是十二岁加入黑社会的，现在还很年轻，所以这些啊，如果我们从幼儿园啊就开展传统文化、啊，能拯救很多的人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哎，也是里面的犯人，哎，两兄弟杀死他表哥，哎呀，也是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，写的那些家书，我们真的是看不下去。 那天我跟着看守所的领导说，把里面这个澄清封信啊，给他印出来，他们每个人呢、啊、还把自己犯罪的过程也写进去，包括他们忏悔的过程。我说你给他印成书，之后呢，配上他这个原件的呃这个原稿复印件，做成一本书送给学校那些学生看，啊，让他们。 看了之后觉得，哎呀，这个，这个就义这么重要，还有这人生呐、啊，啊，这么的重要，所以这个监狱里面呢、啊，他那所长就跟我讲，他说监狱呢，其实没有搞好就义是一个什么地方？这监狱里面这些犯人呐、啊，脑袋都好用。 他们大家捉在里面呢、啊，互相学习作案手段，而学习交流说你是怎么作案的，我是怎么作案的，最后大家吸取对方的精华，出来大干一场。啊，都是三进攻、四进攻、五进攻的人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一个人给他捉到监狱去了，是限制他的活动，可是他有出来的一天呐、啊。 他没有纠好，他照样危害一方，并且呢，他们这犯罪的手段呢、啊、更高明。监狱的投资特别大，这个看守所投入了多少钱呢、啊？单独建筑、基建就投入了一个亿。之后呢，里面呢还有几十个民警又来管着他的。 还有医生啊，呃，这个后勤保障啊，总共就一百多个人，还有一一个中队的武警在守这个监狱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这个监狱啊，一年的开销要多少钱？他说要一千多万。那等于说每个犯人要花一万来块钱一年，啊，为了这个犯人，那。 如果采用传统文化教育呢？多少钱就搞定了？十块钱就搞定了，就一个光盘啊！十块钱就把人变好了。这一亿多，一年一千多万，根本就变不好这个人，没办法改变他啊！他出去之后更厉害。所以那天这个我说：“哎呀，你这里啊，那高墙都快十米高啊，里面还放了高压电。”我说：“你这个地方搞得这个样子。” 他说：“我这个地方呢、啊，这些人一出去，无论哪一个人出去，一平方公里不得安宁。”哈，他说：“我这些人啊，那都厉害的。”啊，你看里面的犯人，啊，这个样子。那天我去看了他们这些犯人呢、啊，啊，比如在现在我在市面上见到的人还有礼貌。 哎，我都忘记了是在一个监狱，我以为在一个学校，还是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学校才有见到这样的这些犯人呐、啊。见到人呐、啊，无论是谁啊，我们去看，他跟我们说早上好，鞠躬。哎、啊，我晚上说晚上好，鞠躬。之后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啊，看到那电视，坐得直直的，盘腿坐在那里。所以那天我们跟他交谈呢、啊，他们说，虽然捉到看守所来，可是还。 还有个好处，就是中医在看守所学到了传统文化了，哎，在外面还没学到，他说还有这一点，这回去之后啊，一定要做个好人。这是里面的、啊，啊，有个别这些患者，还有一种呢，啊，这就医还能把什么给救好呢？上访户。现在我们上访呢，是很头疼的一个事。 啊，这个都涉及到我们地方呢、啊、干部一个正职的问题啊。比如说你这个事老来上访，那要考虑到你这个这个领导称不称职，所以这上访呢、啊、搞得很头痛啊。现在谁都头痛。那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呢，办班这个过程呢，啊，也有上访户来学习的啊，有一个惠州的上访户。 这个上访户是什么样的？很出名，在惠州。他呢，是他的先生啊，被车撞死了。后来这件事就一直就纠结不清。啊、呃，这位女同志啊，都快五十岁了，每次都在市里面、到省里面去上访，并且她上访啊，哎呀，那还不是一般的上访，她就穿着一个校服，啊、呃。 一个校服啊，啊、呃，在我们那边，这死人的时候穿的那衣服，那个校服呢，穿了之后，前面就贴个烟字，后面也贴个烟字，很显眼的，就带了他两个儿子，跪在市政府的前面，啊，三个人，开人大会、开政协会，怎么哪个地方领导来，他就打听到了，他就去跪在上面哭这个冤枉啊。 这件事已经弄了十年八年了，就没办法搞定他，啊！结果有一次呢，他们这个镇的一个领导就带了他们去参加学习了。学习的，因为这个妇女啊，她不自己不愿意去，结果两个儿子就去了。学习几天，七天回来，他的儿子啊，找了他信访局长，啊！ 赔礼道歉，啊，给他那宣传部的那个文明局长发了个信息，赔礼道歉，说他给政府添了太多的麻烦了，说他们家不再上访了，不干了。哎，那从那时候到目前，啊，他们那边有一个领导是分管他这个人的，因为上访都有个领导在盯着。 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真好，我这个钉子户终于不上访了，现在从来不来找我了。那”那他现在什么情况呢？他妈妈因为没学习呀、啊，还有这个想法，可是他两个儿子是坚决不干了。结果他妈妈呢，自己也很难行动，啊，要行动的这两个儿子就求着他，他把他妈妈的身份证藏起来了，不给他上访。 所以这家人呢、啊，这个上访呢、啊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上访的，啊，也是惠州的。这个上访呢，他是有个小孩十来岁，啊，曾经被一个神经病给啊打伤了，并且伤得很严重，啊，这头部啊都裂了一个十来公分的。 结果这女孩子呢就住院，他们家父母，啊就上访，也是不知干了多少年了，反正好几年了。那一天的学习呢，这个小女孩啊，也去参加了，并且在医院接出去的。学习七年之后啊，这小女孩原来啊，因为她这件事对她心灵的创伤很严重，她都不讲话，啊不讲话。 所以学了七天之后，有说有笑，啊，还帮人家拿东西、拿行李，并且他妈妈跟他回去之后，我那天跟他谈了，他说他这个上访了几年了、啊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上访几年，你得到什么好处啊？全身都是病。你去看我们现在那么多的上访的人，没有一个身体好的，因为抱怨政府，抱怨领导。 搞得自己搞得这个身体都给他搞垮了，所以他这两个人呐、啊、都讲了这几年的上访路啊，把他整个家搞得真的是家破成家。所以他这个学习为什么有效果呢？他终于弄明白了，对别人的不利其实是对自己的不利。他对这个政府抱怨越严重，他得到的伤害越严重。 所以他就不干了，很简单呐、啊，啊，我那边也有一个啊，这个人还没学习七天，我们只给他一套《圣贤教育改变命运》的光盘，他回家看了七十二小时之后呢，因为有个项目啊，拆迁，他经常去堵堵路的，经常去的，并且他兄弟有七八个人啊，在那个村呢、啊，两晚有好几十个。 搞得他这政府没他办法。可是他回家，我送了他这个圣贤就会改变命运的光盘之后啊，他回家呢看了七十二个小时，跟我讲是流着眼泪看完的啊。看完之后啊，我就再送他和谐拯救危机，让他继续在家里看。结果政府那天去施工啊，哎、啊、做了准备了，看这个老人家可能又出来了，哎结果呢老没来阻拦。 结果这些村干部以为啊，是不是他这个人生病了出不来了？后来一打听呢，原来是不干了，现在不干，不敢跟政府作对了，所以，哎、呃，一个光盘、啊。人性的救义，啊，他就能够把这方面呢、啊、给改变。那从这个看守所，我们刚才说这个犯人啊改变，那管理人员呢？ 哇，那就改变就更大了。我那天接触了他们，啊、呃，有些领导他自己跟我讲的，原来是什么样呢、啊？啊，也是整天想赚钱啊，啊，结果这这些看守所的地方，哪一家的亲人抓到里面去，都是想方设法又去啊。 打听一下到底在里面怎么样啊，或是送点烟啊，送点什么啊、呃？衣服啊？送点什么这个？他这个就跟我讲，原来没有学习。无论谁干这件事，要通过他啊、呃，送点衣服，送点什么啊、呃？比如说送一条烟，他自己要搞他两条啊、呃。他说没，如果没有就不给他弄啊、呃，又。 比如说送一封信也要搞钱，啊，报个信也要搞钱。他说现在啊，很多这些地方呢、啊、都很黑的。现在呢改了，很多领导包干警都戒烟了，啊，那天他的所长戒烟了，原来一天抽三包烟，那因为什么？我们猜想那烟肯定是人家送的，他那工资能买吗？ 可是现在，因为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啊，不想贪心了、啊，连他几十年戒不掉的烟都给他戒掉，不抽了，啊，跟我讲，现在，啊，就每个月几千块的工资，啊，生活过得挺好的、啊，他说不搞什么邪魔歪道的收入了，什么都干，啊，把这个职责给他弄好，并且那天这个所长呢、啊。 当了他们组织部长，还为他们县委领导的面跟他们怎么说？原来很想争个官来当，我在场啊。他说：“部长啊，你不要再给我提官了，我就好好的把我这看守所这些犯人，能够把他百分之几十的变成好人，我就行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想当大官了，你现在给我当，我都不干。啊，我把我这些人呢、啊、给他改造过来。” 我的心愿就足了，啊，这个他发自内心的说话，他还写了一个我们学习时写了一个心得啊，我在自己这里啊，给大家念一念啊，啊，他是第四十期来学习的，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号，啊，这位所长呢，他怎么写啊？他说啊，首先感谢我们黄河慈善福利会。 啊，各位老师啊，是你们呐、啊，啊这样辛苦的付出啊，才打开了他人生幸福的大门，让我们得到了人生目标的喜悦啊。其次呢，啊，是感谢许许多多。 为传播传统文化而默默奉献的先行者，啊，正是你们坚持和执着，才有了我们这些后来人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有了你们的传灯和照佑，一定会汇成我中华文明。 光照四方，拯救世界的光明大道。通过几天的学习，加深了对我古圣先贤的敬仰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，同时，啊，还有深深的啊深深的忧虑。 难道如此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，就因为我等不肖子孙的糟蹋，即将走向没落？在此关键时刻，觉醒的同胞们、家人们，不要再去讨论和怀疑了。 赶快行动起来吧，在中华大地上，不论南北，啊，不论地位、不同层次，保卫传统文化的后面写行动，行动，前进，前进啊！你看，通过七天学习啊,啊， 写的不长呢、啊，可是呢，发自肺腑之言。这个人呢，他是部队转业的，还是一个战斗英雄，立过啊部队一等功。他还跟我说，他们看守所的这些干警，这些干警呢，原来五点钟下班，就忍着跑的。 关关的、啊，现在呢，下班的时间到了，还有的干警呢、啊，在他那个管理那个仓，交易这些患者，到八九点钟自己加班不用钱的。我那天接触了他一个中队长，哎呀，这个中队长呢、啊，跟我讲，他说他原来呀、啊，自己呢。 也整天赚的钱就到外面去啊吃喝，啊也没有顾及什么家庭。现在呢，完全改过来了，把这些犯人呢、啊、看成自己的家人一样。他说他的侄子啊，就让他们把这人生啊，给他改变过来，给他改变过来。另外还有一位。 也是他里面的中队长，他跟我怎么讲？他说：“原来啊。他的老乡呐、啊，光在里面，如果要照顾一下，也要送礼，不送礼就不给他照顾。他的老乡也不管，两夫妻关系也不行。学习之后啊，哎呀，非常惭愧啊。他说：‘那我现在呀、啊，唯有靠。’” 我做个真正的那个共产党员，把这些犯人啊来给他教好，以这个呢，啊，来回报社会。他们还有，啊，一位呢，三十九期的，啊，这一位呢，是他那个监察大队的，哦，他怎么写呢？啊，二零幺三年十月二十七号，三十九期的。 他怎么写啊？他说：“通过一周的系统学习，让我受益匪浅，空空而来，满载而归。主要的体会啊，如下啊：第一，爱，常怀感恩之心啊。首先呢，感谢我们福利会。” 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，啊，感谢为我们默默付出、无私奉献的老师、义工及所有的人，感恩父母的救育之恩，感恩所有的一切，是你们让我倍感幸福、温暖。第二，乱除恶习。 唱除业障，在没学习传统文化以前，自己呢自私无知，让自己呢摔了跟斗，心里啊深感忏悔。今天我下定决心，痛改以前的种种恶习，以一个共产党员的。 标准要求自己，演好自己人生的不同角色，啊！第三，坚定信心，负责传统文化。作为中华儿女，我深知自己的职责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下定决心。 从事传统文化的责任，多学经典，从我做起，从家庭做起，跟志同道合的有缘人一起行善，点炼自己，照亮别人，让世间人人都幸福安康，共享太平，做到顺应自然，天人合一。 这位还是一个女同志啊！你看她写到什么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没有学习有没有学习有这感觉吗？没有学习，肯定国家兴亡就走到外国去了。所以，我们啊，感觉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，它能让人家、嗯、激起这个爱国的热情啊，跟我们共产党啊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啊，爱国爱党是完全是一致的，完全的一致的。你看他这个人，啊，这个都是发自肺腑之言啊，因为我是没有准备啊，这些心得呢，我没把它打成字啊，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写的，再加上啊，他们写的有时候比较吵，我有的呢看得不太清楚啊，要慢慢的看，嗯。所以呢，这些人啊。 啊，都是在，啊，学习之后啊，他明白过来，啊，又去做什么？又去奉献。我们还有一个啊，也是三十九期的，也是看守所的。他怎么写呢？他说：“我有幸参加黄河慈善福利会举办的第……” 三十九期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公益讲座，通过学习，使我茅塞顿开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重新的认识，明白了要怎样做人，有了明确的目标，有了努力的目标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。 是，啊，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在这次学习中，老师都一一为我们详细讲解。我也暗自对照以往的我的行为，在哪些方面做的不够，哪些方面做错，心中也暗下决心，努力改正。 学习传统文化教育，贵在一行，在一次实践。在这一方面，我们义工老师就是这样做的，对于我们进行的言传身教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学习传统文化，使我明白了现在很多人的价值观的错误。 一切为利，而使社会处于矛盾斗争之中。人与人之间，呃，活在烦恼、痛苦、迷茫之中，拼命的追求物欲，而放弃精神的享受。 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啊，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和家人如何相处，与朋友如何相交，在工作上更有信心，树立中医国家的信念。百善孝为先，下来呢，我在进秀方面呢、啊，进一步做好，从一点一滴。 做起，保持平常心，乐善好施，积极向上，面对美好的人生。我们这些学习心得啊，我这个是因为没时间了我都没有去挑来的，我这个是随便拿上来的，啊，随便拿上来，这里面有有有有一百来封呢，我我。 有一百人，各样各种各样都有，啊，随便哪一封就是这样的。人呐、啊，真的是教的好的，啊，老法师说的，人是教的好的，只要是什么人性的教育，人性的教育。那他，那什么人教不好的，就是不学习，你不学习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在，啊，读一个。 组织部的，这个是组织部的啊、哦，啊，组织部呢也有很多人去参加学习，啊，这位组织部呢他是四十七他怎么写呢？他说在这里学习七天，啊，收获很多，啊，这里的办学方式灵活多样，内容呢丰富实在，啊。 更主要是老师、义工都有一颗菩萨之心，对我们关怀无微不至。啊，明天就要和同学各奔东西，和敬爱的老师告别。此刻之心，啊，此刻心如啊潮涌。不说收获太多了，只讲主要的几点。 第一呢，就是思考，啊，思考呢，我们这个企业，啊，为什么呢，会放下安逸的生活来办这样的公益事业，图个什么？啊，通过这个对比，他觉得呢，又思考如何走完这一生。第二呢？ 是学会感恩。一个人的成功背后有多少人在支持服务？这几天真的时时处处都有让我感动的、流泪的人和事。第三是忏悔，看了《敬意公一造神记》电影，让我反观自身。啊，下来呢？ 会不断的改过自新。第四，学会敬畏。宇宙无限，人如蝼蚁，就像蚂蚁一样的万物啊，息息相关。除了对天地敬畏，身边一切啊都要敬畏。总之，几天下来，流了不少感动的泪。 让我呢，啊，双眼清澈，让我心灵洗刷过一般，干净清爽，感恩一切。中国的传统文化遗忘的太久了，如今该到了认种认祖归宗的时候了。如何解决现在社会的通病等等？ 通过学习呢，他也跟我交谈过啊，他是一个领导。他说现在啊，他们在用人方面呢、啊，啊，也是以道德来用人，关键是很难做到落实啊，很难，并且呢，对于这个学习的课程呢、啊，他觉得呢，应该在。 党秀里面播，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学习，他也参加过啊，学习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的，呃，十五天的，经常学。可是呢，没有这样有感觉的，啊，并且他还跟我讲，他这一生啊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我那天我给我猜，我以为是当更大的官，他说不是。 他一生的愿望啊，就是他的老婆能来学习。他说，如果他的老婆来学习，那他就高兴了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，也是组织部的，他这个心得体会啊，他说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这个伦理道德确实非常有必要领导干部和为人师表者又带好头。 多宣传、履行传统文化的美德，应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教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。啊，意思说要从学生的时候就来学习。上进下空老法师告诉我们：幸福。 原本不是一种迷信，真正的信佛是要学习佛的上心上行。那些带着利己之心拜佛、种种偏离佛的本意者，才叫迷信，就是说有的打了表面文章的，骗钱骗什么的，都是迷信啊！传统文化。 伦理道德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，是我们的为人处事之本。如果没有了这个本，就会像没有根的树，经不起风吹雨打，经不起真理的考验。真诚感恩古圣先贤，感恩为我们上课的各位老师。 感恩所有的义工无私的付出。我们还有一个组织部的，我们这里还有还有，我们也来念一念啊啊，他的心得是怎样写的？他说：“为期七天的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学习，在内心装载满满的收获中结束了。这几天来，心中充满了感恩。” 让我人生第一次全新的、系统的、全面的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，认识我们自己，这将会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对生活一个全新的态度。感恩在这里相识的所有的家人、义工、老师。 是他们用无私的大爱，让我们感动，无时无刻感恩生活。这是一次洗涤我们灵魂的盛宴，让我们生活在今天，自己内心在昏昏沉沉的今日中听到这么好的文化，也让我们对生活重新燃起信心和希望。 原来在我们的周围，还有那么多在做好事的人们，还有那么多真善美，他唤醒了我们的良知，使自己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地球、对宇宙万物有了重新的认识。做好自己，做一个最好的自己，用我们的爱心来。 挽救自己，挽救人类，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，一个充满爱的地球，让宇宙万物生生不息。你看，这些人呢，啊,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我们也接触过，啊，没学习，也整天在考虑，哎呀，当干部啊，收入太低呀，啊,啊。 可是学习之后呢，不单独是对自己，啊，又怎么来崇善？还要考虑到宇宙万物、大自然啊、地球啊这方面。可是呢，这里面呢，啊，我们这半班啊，这过程呢、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刚才说的。 怎么让人学习？因为这个人呐、啊，他很排斥。现在不能讲到佛法了，啊，那里太深了。讲到什么因果也太深了，你给他讲到孝道，他都听不进去，包括素食也听不进去。啊，你看我们在学习过程，有一个是我们家的亲戚，我们家到现在我们有几百个亲戚。 到目前为止，有一位亲戚参加过我们这学习班。这一位呢，是我邀请他好几次了、啊，都请不动。啊，整个家也过得很很地动了、啊。现在，啊，结果呢，在四七七的那一期啊，我们这一位亲戚啊，去参加了。我们还有这点时间呢、啊。 给大家分享分享，这位亲戚还在工商局上班，啊，他有个小孩也病得很很严重，我老跟他讲了很多，他都听不进去啊。结果呢，上一期来了之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啊，因为他对我这些工作啊很反对，啊，结果我干这件事是傻瓜做的事，我就跟他说你。 你就当被我骗七天算了，啊，你来这里待七天看看啊。结果后来就答应了说，说那这样，白天学习，晚上回去，走读。他说走读。那学习之后怎么样啊？他在学习心得体会怎么写的啊？他说，由于过去对老祖宗五千年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没有正确的认识。 愚昧无知，存在文化大革命的残余思想，认为那是封建迷信的东西，对黄河慈善福利会弘扬中华文化的创举熟视无睹。我家近在咫尺，他跟我就邻居呀、啊，挨在一起呀、啊，又是这里的常客，经常到我家去的。 有时来做客时，彭开课，谢总和夫人，都请我参加旁听，我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。老婆在这里取回一些书、光盘，我也不问不、不不问、不看。你看你的光碟，我打我的游戏。 他有时拿本书要我看，我还跟他吵嘴。等到上一期，我偶尔到会场听一下，而觉得有道理，但还存在怀疑。难道学习传统文化真的能改变命运吗？这一期呢，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报名参加，还有。 采用走读的方法参加学习。通过第一天的学习，觉得学习传统文化很好，学习太重要了。不学习传统文化，不知道以后走的是什么结果。这几天越学习，心里越亮堂。听老师讲的那些恶业。 二口的，好像是在说我。我经常在反思，有时想的彻夜难眠。想想我过去所做的一切，根本没有理智，没有慧根，怎么对老祖宗大不敬呢？这七天我都没有走读。 也没有跟外界通电话，专心致志、全心、全身心的投入学习。我觉醒了，我开悟了啊！他说他开悟了。我回去以后又认真学习儒释道的万年不变的经典，理解、领悟并付诸于实际行动，改造自己。 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做到不杀生、发善心、忏悔自己，同时又弘扬、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动员亲疏好友投入到学习传统文化的活动中，发扬光大，实现身心和谐。 家庭和谐，社会和谐。感恩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改变人生的机会，感恩弘扬传统文化的老师和义工，对我们啊热情的服务，感恩家人、同学们的支持与帮助。你看，很典型的。 我这个一站，我都没他办法。到我们家到现在，可去了几百次还不止。啊，小孩生病，上一次老子到广州做手术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：“你呀、啊，要弄明白啊，你这个家怎么这样啊？”我不谈这话题，咱们还有话说。我一谈呢，这满脸不高兴。 到我们那家去，跟我是没有话讲啊！大家都搞个茶之后这样，啊，他也觉得我怪怪的，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啊，就这样。所以我邀请了他很多次，跟他说，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。我那天跟他讲，我说你这一生啊，除了出生那件事，就排到学习七天。他听了之后呢？ 啊，他也不当一回事，不当一回事。结果他去学七天了、啊，说实在，我还不知道他有改变，因为他在大众当中。哎，那天呢，我是看到他这个学习心得，哇，我都很激动啊，因为我的亲戚几百个人，到目前为止，啊。 我那亲戚知道我在干什么，知道我们夫妻在办班，可是不知道我们办班的内容，从来不参加。啊，平时在办其他的事，他们公认我这个人脑袋好用，啊，比如说又碰到什么事来找我说：“哎呀，你帮我想办法。”可是一讲到论传统文化呢，他就说我神经病。我那天跟他们讲，很多人我说。 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，啊，我要怎么解释你才相信我的话、啊？你说干坏事，我也干得很认真的，啊，很出名的干坏事。之后呢，我在短短这几年，我们能够把一个企业做到几个亿的资产，你应该知道我这个脑袋应该还是好用的，怎么就不信我的话呢？这个，所以呢？ 我这一仗啊，这个学习啊，是打开了我们亲戚的这个大门啊，因为他去讲，人家才信他，我讲没用啊。为什么我们村刚才说五千个人学习了一个人呢？这些不能去讲。本来人家就觉得呢，我们是存在问题，啊。说你这个地方呢、啊，是不是啊？ 呃，从在赚钱呐、啊，或者什么目的，你再去找人家来学习，他就说你看老来找我家来来弄，所以我们从来不敢说，不敢讲，讲多了就不好。就像老法师在讲经说了，跟你说不识得财富，你还以为是我有钱呢、啊、所以不敢说啊啊，又在讲经才能讲呢、啊。所以呢，跟我们那些亲戚，我不敢说。 啊，我们是天天换新，可是我不，我这一站啊，那小孩病的那样子，我不敢说，我说的他以为我要他的钱，所以这一次他学了之后啊，哎、欸，我看到这个风险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哎、啊，他都不知道是我，因为我们这两个的从来不打电话的啊，打电话他他老问你是谁呀，你是谁呀、啊，哎、啊啊，我就跟他讲了，哎呀，我说。 你这几天呢、啊，还真的还写的，我看人家心得还写的挺好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啊啊，辉呀，他说没有学习呀、啊，彻底完蛋啊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呀、啊，赶快要退休啊，到你那里去当义工哇，真的是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这人生啊，以后就干这件事了。”之后还跟我讲的我另外一个亲戚，也很痛苦的，现在也很痛苦。 他说：“我要想办法让他去呀、啊，不然没办法救他。”我说：“那要你去讲才有用啊，我来讲没用啊。”现在呢，我去讲这个啊，不讲就还有话说，一讲就吵架啊，人家巴不都赶我走啊。我说：“这个要你去努力啊。”所以学习之后，你看才过了那么多天，他现在到我那里去了很多次，去干什么？到我们流通处啊。 去拿《弟子规》、拿光盘去送给他那些同事，他那天还找了他领导说：“我们这些人啊，老干坏事。”他说：“我们这些人啊，要红皮去学习啊，不然的话，以后这人生啊，那真的是要想过好日子啊，那是很难的。”所以啊，我们通过这些啊，都知道学习非常的困难。 啊，像我们，啊，这一生啊，能碰到老法师，啊，能碰到传统文化，那不知道是祖宗积德积得多多大的德行，才让我们能够，啊，来碰到这么好的教育啊。我们这些，啊，分享里面呢，还有很多是它，他，他不是来学习的，他是来就近的。 我们还有一个是来就近的，他觉得他那个县在推广陶土文化，他觉得很可怜。他说：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个这个人啊，所以呢，那天是是抱着是又去就近的一个心理去的啊。我们在还利用这个时间呢、啊，也把他念一念啊、哦。这位人呢、啊，这个人呢是就业局的，他是一个就业中心的主任，今年五十六岁。” 工作几十年了，就一工作者，他怎么写呢？他说：“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，包罗万象，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。经过五千年的锤炼，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、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，成为。” 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，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、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。漫漫中华五千年，悠悠历史数千载，就近百年来遭遇五四运动的摧残、文化革命的抛弃后，凤凰涅槃。 异法重生，洋文化的放荡，道德标准的缺失，心浮气躁，功利心错施日益严重。的今天，他依然独树一帜，灿烂生辉。当同事先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学习时，我黯然失笑。 生心生不休，觉得社会科技发程度发达的现代社会，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前的封建文化、古董，而耗时费力，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，是重复封建实现的复辙。复辙就说这样干下去完蛋了。 本人怀着就近的心态，也以为自己有点文化功底，而来参加本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。通过了七天的学习，在多位教授名师讲课，对我心灵进行的一次洗礼。 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天下，道家提倡的悟道体道行道无为而不为，佛家崇尚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，啊，《周易》推崇的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地势坤。 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这些思想时，我心头啊更是为之一震，惊叹自己才疏学浅，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而已。而生活在现在社会的忙碌的我呢，被太多世俗的东西所束缚。 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我们目前障碍物还远不止一叶，物欲横流，攀比严重，穷思极欲，功利心强的现代风气，蒙蔽了我的双眼，迷醉了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。 仅局限于自己的世界里，人内心的贪嗔痴，使我们的警戒充其量也就仅仅局限于啊第一个问题，而无法达到更高。时代的繁荣复杂，忙碌的人们更要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啊，而这种面对。 在今天变得更难，也更加的急迫。我们都需要答案，而中国文化、圣贤文化是古圣先贤抛弃了世俗的欲望，经的千年而存留下来的宝贵财富，也就是改变时代这种。 心浮气躁，功力心强的四位空气的一剂良药。但再好的良药，也得有人愿意接受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他，才能发挥功效。外国人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，而我们中国人却对我们。 这个心法相传几千年、安心立命之本的继续良药，全盘否定和抛弃，这是非常痛心的啊！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的数千年的宝贵经验和智慧，我这晚辈啊，后生尚不具备如此深厚的功底。 不敢妄加评论，但我始终相信，人的处世之法深藏其中，帮助人类处理人与物、人与人、人与自己内心三大问题的大道深藏其中，中国乃至世界的救世之道深藏其中，五千年的历史。 无数人人自士以生命和实践换来的宝贵财富，能够经受这么多年的科学发展的考验，经得起时代的考验。如今的中国社会，急需传统文化。一是，祭祀，一个民族要强大，首先文化要强大。我们没有理由。 不学习他，不传承他，不发扬他。你看这个人，啊，因为他文化太高，写的字啊，我很多还看不看不懂。他这个人呢、啊，怀着什么心来的？就进来的。他都跟我谈过，他的文化在他那个地方呢、啊，那个地方是最好的文化。很多人向他请教问题，结果呢，觉得这些人去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啊。 他觉得这些人真凄惨呐、啊！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科学，还学什么传统文化？结果他就想，我要学几天之后呢，才来跟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去干这样的糊涂事了。结果来了之后呢，自己学了。所以，我们通过啊、呃、这几个案例啊，这几个心得，包括这些案例，都可以看出，我们师傅、善人老法师讲的，拯救这个世界。 就是靠中国传统文化啊！我们呃印光大师啊说的，拯救这个世纪的人类，唯有伦理道德教育和因果教育。你看这些人，公安的拯救过来，考当组织部的，在啊管理官员的，都改变了。 商人改变了，知识分子又就近的改变了，通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刚才这位又就近的讲了，再好的东西，也要你又接受。现在关键是你不接受，那就没办法了。你说他再好的药，我不吃它，那肯定要死掉嘛。那很简单的道理啊。哎，感恩老法师啊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诸位大德啊，因为大墨学真的没有文化啊，讲的不好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 阿弥陀佛，谢谢。